咁快出来，这个插香的香炉是啥物材料？这是大樟树的树头，边仔的薄杯的杯仔嘛是竹仔的竹仔头所做的。轮到烧香拜拜阿上公，三个神明拢有家己的香炉。庙前的墙啊，去用铁金光头了，即马已经发出一挂塔门啊。这正是台南市东山区水分里的红啊上天。分天宫是红啊上天的信仰中心。早期道路还未开前，要来到这的山路做人啊行，唔看敢那像红啊在上天呢。对庙埕边的道路入面，就是外地水加内地水。因为徛家分散伫山区，所以足侪人的信箱就集中放伫庙埕头前遮。